反而是
这不是台民政府自己发明出来的，就是一到美国之后，
我现在在跟大家理性对话，我不是在抬杠，或者是在做
中华民国总统嘛，对，很清楚的嘛。可是情感的台湾人说，哎，那个台湾总统是我的投票投出来的呢。来，再回到原点，请问台湾人是什么？你理解我讲的哈，慢慢可以理解的哈。请问台湾人是谁嘛？ 根本就没有台湾人。所以长久以来，我们说，哇，爱台湾，我们是台湾人，我们是在这里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台湾人。那台湾人的定义是什么？没有办法定义啊。我再讲一个情感上没有办法定义。我爸爸如果是德国人，我妈妈是英国人。 生出来的国是什么的？如果你说是德国，那就是父系的观念，对不对？而如果是美国，如果我爸是德国，我妈是美国，那就母系的观念。那如果我爸是德国，我妈是美国，我从小在中国长大。 我讲的是中文，我不会德文，也不会英文，美文，那不是中文。人家看我的样子，就是中文。地域用地域地区去来定义。可是我拿的是美国护照，那我是什么的？美国人。为什么？我拿着美国的护照，即使我瞎眼了，即使我残缺了，我到了海关的。 出入口，人家看我就是美国人，用那一个证明文件，美国护照来证明我的身份。请问，当你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证明文件的时候，你怎么确认帮别人确认的哈？你是谁啊？理解吗？理解这个事情吗？在这个法律的时代、法治的时代，你怎么证明你是谁？ 就像川普总统，美国都有好几个分身，你知道吗？有没有那个妆一妆，然后体型对了，头发跟那个染色就很像啊。那当他说他是川普总统的时候，你就像镜头了。这种现象哦，也发生在台湾民政府内。我们是说，我们去骗人啊，是我们有邀请美国的一些司法单位的人来演讲，就外面说我们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的这些媒体啊，这些记者啊，他也说啊，那个都是挺鼻子眼的，啊，这个东西就不需要回应了，因为我们这边能够确认他是谁，就可以了。是我在讲说，当你要向全世界说 I am a Taiwanese， how to prove？ 你怎么证明嘛？ 你拿的护照是中华民国护照，你拿的身份证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就没有办法证明。你说有啊，那护照上面写 nationality 写 Taiwan 呢，T W那个代码，那只证明你从那一块岛出来而已。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要追求的是国际地位正常化。什么叫国际地位正常化？就是向全世界。 向全世界宣告说，我们台湾人的人权被牺牲掉很久了，我们出去没有一个能够证明台湾人的这种证明文件，我们要争取这个人权。你美国人有美国护照，英国人有英国护照，日本人有日本护照，台湾人没有嘞。在1946年，1945年、1946年就被人家改变了。 被谁改变？被这群跑来台湾的这群占领军改变，中国的这个军队这个蒋介石他们改变的。他改变，你说哪里有改变？我相信在别人课程应该会看到那一个啦。他用行政命令把我们国旗改变。美国可不可以用行政命令把伊拉克？他不是跟伊拉克打仗吗？然后就跟伊拉克的人说。 啊，我们美国用一个法律把你的伊拉克所有的人民哈、哦，改变你的国籍，你变美国人了，从此伊拉克变成美国的一州，可不可以？不可以吧？我们今天在讲的，73年前就是发生这件事情。
他们犯了这个错误，犯了这个战争罪，到今天还没结束啊。我们在告美国，哎，你这个东西怎么会一直在让藐视台湾人民的那个一个人权呢？那时候我们就告美国，稍微比较清楚脉络了哈。来，哎，为什么会模拟共军斩首总统？这个总统是中国国民党他带来的这一票的这个体制，你要理解哈、哦，当年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在争取中国的代表权，一直争到1971年的时候，他失去了这个代表权，所以联合国在1971年的时候，2758决议才决定说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所派的代表成为中国在联合国里面席次的唯一合法代表。所以我们第一个错就是我们把这个流亡政权当作自己的政权。当做台湾的自己的政权。第二个错是，我们以为我们也在跟共产党争取中国的这个代表权，其实不是，是我们的视听、我们的认知都被这些媒体带着走，都跟着加入他们的那个战线。那国共他们自己争夺他们中国的代表权，他们自己内战，他们自己吵架，那是他们的事，干我们什么事？我们还原那个历史的原点是，我们本来是大日本帝国。如果你的阿公阿嬤有日本时代的户籍成本，哦，你的阿公阿嬤那个时代为国家牺牲奋斗的那个国家就是大日本帝国，对不对？然后他们来教我们说，中华民国的这群中国人来教我们说，啊，当年国民党哦。对日抗战抗战8年，你知道他对的抗战的对象是谁？就是你我的阿公哎。你要有这份的理解，你没有这份理解，我们就会说，哎，对哦，我们对日抗战，那个我们，你把那个我们就当成你是中国人，他们的阵营来对日抗战。所以整个历史你这样爬出来之后，你就发觉我们的认知都被混乱掉了。来 ，AIP 又出现了。现在只要媒体出现 AIP， 媒体出现，军舰或者是飞机、战舰这种讯息，你都要特别敏感。哦，你要看人家到底在讲什么。这个之前的哈、哦，之前的新闻说，陆战队9月进驻 AIP 新馆 ，AIP 说将有美籍人员与当地雇员合作维安了。哦，那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大家媒体开始就说啊，那个可能只是保全啊，那个可能只是一个退休的那个军人啊。结果前两个礼拜不是 AID 发表声明说，我们2005年就已经驻军了。2005年，今年2019啊，2005就是14年前就驻军了。严格来讲，美国美军也没有离开，只是说他特别在这个 AIP 的地方驻军。然后最近又有人去 AIP 抗议，说那个要驱逐这个 AIP 美国的势力。你请问，美国现在川普总统在打贸易战是对哪一个国家打？中国吗？好，那在台湾的一群人想要把 AIP 踢出去，请问那是什么人？你就这样子去理解哦。当然我在讲这样的一群人是不是中国人，你没有办法查证他们的身份，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一群人，他们里面的思维就是中国的那一套。我们都普遍存在这73年的毒素中国的那一套，我们现在都普遍都存在了。接下来我要帮大家把这个东西解开了。来，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1958年9月4号与北京的声明。声明刚刚那个讲师有讲过哈 ，declaration 就是宣言，就是文告，就是公告，英文就是 declaration。declaration 就是声明的意思啦，就是声明的意思。那你再注意看哦，那这个写什么？
这个其实你上网查就好，你就查这个1958年9月4号，然后临海声明，中国临海声明这个关键字，它就找得到了，这个文件就找得到了。他讲什么呢？他讲说，哎，这个中国的领海啊，在基线以内的水域，包括渤海什么等等，都是中国内海；在基线以内的岛屿，包括东引、高登、马祖、哦、白犬，然后大小金门、大胆、二胆，哎，这不是男生有当兵的都很熟悉的地方吗？我们一大票人以为。金门马祖是我们的呢，我们多数人以为那个是台湾的领土啊，可是那不是呢，它是中国的领土。你再上网去查，再上网去查，金门办护照，金门的办护照，他的户籍，他的那个籍贯被列为中国，就有这个新闻出来了。就这个新闻出来，被立为总统。好，那重点来了。他说，一切外国飞机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空。所以呢，必须要遵守。如果进入的话，要遵守他们这个中国的法令。他说，以上一二两项规定，同样原则适用于台湾及周围澎湖、东沙、西沙、南沙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哎，如果台湾澎湖、西沙、东沙、南海等等这边是你的领土，你干嘛再从第二项，然后再分成第四项来写？你就写在里面就好了，为什么你还要分开来写？再来，如果台湾澎湖是中国的领土，那台湾海峡是不是中国的内海？是吗？那中国的内海，其他的国家的那个战舰、船舰都不能进出了，对不对？那进出的时候就必须遵守中国有关的法律。好，重点来了，这个声明是中国他们自己发表的声明，上面有效，可是这个东西它的重点在这里。他说，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中国证明了台湾澎湖现在仍然被美国军事占领，武力他们就是军力啦，军事就是武力的意思啦啊。那他说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哎，非法行为，他也变了嘞，这是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自己的解读啦啊。那我这一篇主要目的是在于证明说。中国他都知道台湾澎湖现在是美国军事占领，可是当台湾民政府跟台湾的老百姓说美国仍然军事占领中，台湾老百姓不相信，啊，人家中国人相信，奇怪，我们的人是比较笨吗？怎么会这样子？好，这里台湾的澎湖等地尚待收复，哦，他说这个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那，啊，如果是你的内海进来，你要遵守什么你们家的法令等等，来，啊，这不就进来了吗？对不对？啊，就已经开进来了啊，那已经侵犯了你的领海，我侵犯你的领土了，啊。中国不是说现在是歼什么歼二十、歼荷包弹还是歼什么的飞机有没有？应该就给它开过来，啊，飞弹就给它按下去击沉，侵犯领海，侵犯领土。中国不是武力很强，就给它集成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都已经通过了，对不对？这证明一件事情，他刚刚讲的那些都是屁话，那些都是没有意义。他只是第一个要讲嘛，没有讲就不算了嘛，总是要吵嘛。那钓鱼台也是吵了几百年，对不对？一直要吵啊，一直要争啊。他想说讲久了就是他的嘛。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的。来，美国海军导弹舰、驱逐舰与捕击舰通过台湾海峡，不就一直常常在进出吗？昨天还有一个新闻，美军现在在那个
那个什么中沙那边现在在军演，就是在菲律宾的左边那边现在在军演，他说什么就是有意挑衅什么中国，人家在公海军演在挑衅你什么东西啊。啊，所以哈、哦，注意看那个媒体，有时候会他自己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啊，哦，来，美国总统说签了国防授权法，这个军人，这些军人站在后面什么意思？就表示说他这个法律哈、哦，后面有强而有力的武力做支撑的。有人说国际法就是在讲理，可是这个理的背后要有武力做支撑，不然讲理没有用。没错啊，可是台湾民政府诉求不用武力，不用暴力，那怎么有靠？怎么有什么东西支撑？我们是什么东西支撑？我们是靠美国，以美国的法律的力量，以国际法的力量来做支撑。不然我们也没有武力啊，我们凭什么跟人家在革命？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是快乐革命，这个是思想的革命，这个是文字的革命，因为要透过这个才能唤醒百姓。好，这个台湾民政府啊、哦，去这个日本天皇跟天皇祝寿，有人说网络了很多大中华思想说你是。日寇被那个叛国者日寇倭奴，你是日贼，讲得更难听说是日杂，那些亲日的那个汉奸，大家搞不清楚这个是什么事情。天皇是本土台湾人的天皇的原因是在于日本时代的时候，在1945年8月15号的那个诏书，他下了那个诏书之后，整体台湾的整体台湾澎湖的领土就跟日本的国土变成他的国土合并了。因为法律的关系啦，不是因为你感觉我是或不是啦。有人说啊，天皇下了诏书你就变日本人哦，不是你感觉是不是日本人，而是他那个法律说是，你就是了。好、哦，那法律说是你就是，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呢？你知道有那种家庭没有办法生小孩，他需要去领养一个小孩嘛，对不对？然后他就经过一些手续，然后程序、法律条文去领养了一个小孩。那领养这个小孩要透过法律程序嘛？啊，法律程序定义说，哎，这个小孩从此就归为某一个家庭养。那他就是他在他法律认定上他有亲属关系，这就是法律的定义。不管他小孩子的意愿嘛，他小孩子很小没有办法表达意愿呢，等他稍微长大一点，他有办法表达意愿的时候，这个法律上面的定义就是这样。当我们去这个日本天皇那边跟天皇祝寿的时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表达说，哎、欸，我们这一群从73年前到现在，我们醒过来了，我们知道我们在法律上的身份是大日本帝国，可是我们的那个国籍被剥夺了，那我们现在变成无国籍的人，那我们去跟天皇祝寿的意思说，您的臣民回来了。你要知道天皇这个概念哈、哦，天皇之所以是天皇，是因为他有臣民嘛。臣民之所以是臣民，是因为他有天皇，这两个是相对关系的。就像一个人叫爸爸，他一定有儿子或女儿，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会突然间叫爸爸？那儿子女儿，他之所以会称为儿子女儿，他是因为他有爸爸，他有妈妈，所以他一定是从属关系的。天皇也是啊。那今天我们回去。这个地方拿台湾民政府的代表旗进入的时候，我们在宣告说台湾澎湖的臣民醒过来了，我们拿这个旗进去。所以这个旗早期刚去的时候，这个
日本航空的警卫是拦下来说这个不行，后来我们有送一些文件进去之后，从此之后我们都可以进去。所以这个旗代表的是台湾这一块土地的臣民回去见天皇。啊，有台湾共和国的人也拿他们的旗进去啊，他们说：“哎，那拿一个旗进去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就拿他们自己台湾共和国的旗进去，那、啊、是什么意思？可是说，哎，他们偷渡成功不是吗？或者是说，哎，他们可以在里面去摇摆他们其他不同意识形态的旗？问题是这个意义完全是不一样的，哦，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进去不是在观光呢，不是跟天皇祝寿，那不是观光呢，哦，不是天皇。像个那个公仔一样，固定的时间推出来，让大家在那边摇旗呐喊，不是啊？好，连日本舰艇有没有？他这边有写嘛？哦，日本海上保安厅三艘大型公务舰艇，在7月10号至11号的时候，来到了高雄的外海，然后什么潜伏了一天，那这个字也很奇怪，为什么叫潜伏？然后他就还台离去。日本舰艇也来了，啊，你中国不是说这是内海，把它打下来，侵略你们领土领海，你要把它打下来。美日利舰军演，啊，在哪里军演？哦，中国海军演，哎，你们的海赶快把它打下来。所以这个都证明了一件事情，这根本就不是中国所宣称的说什么他们的内海，他们的什么领空范围，都不是了。都不是，之前不是那个什么，中国他们也开飞机过来，然后在这边绕台，然后又回去的。那美军就这样讲说，啊，那你来到我也可以来到啊。那日本也说我也来到啊，为什么大家都可以绕？公海当然大家可以绕啊，对不对？可是绕一绕会不会擦撞？不知道啊，不然我那天。你突然间看到，哦，两台擦撞或者是打了什么导弹，你就赶快逃离远一点，哦，看到的时候逃远一点，不要哎，我们赶快过去啊，啊，拍照打卡。我告诉你，多数的台湾百姓有可能是会这样子，有没有？可是上次不是有台风把那个两个油桶吹倒了，就隔天排队在那拍照打卡。我说人民已经。你说无知呢，还是愚蠢呢？已经还是说弱智到那种很多东西不知道轻重，然后不知道严重性，然后笨笨的这样子的那种状态。所以媒体应当是帮助人民更有智慧、更聪明、更懂得发生什么事情要去做判断，可是没有，媒体没有扮演这个角色。来，那中国他说什么？100小时要攻下台湾，不给美日调兵时间。他说，如果美日干涉武统台湾，中国该怎么办？然后解放军中将王洪光表示，美军靠现有兵力，不敢与中国在第一岛链之内交手。在我近海，中国不惧怕任何力量，不给美日留有调集壮兵的时间。啊，人家不是已经进来了吗？我还让他等你100小时，让你还要调兵哦。我美军就直接开进来了。郭文贵他说，美军一星期内搞定解放军，啊，一个100小时没有做到，啊，美国美军已经开进来了，啊，我就开进来了，他停在高雄港，这台是之前停靠高雄港，现在可能应该离开了，还是这个以后我们常常会看到。哦，我们常常会看到，啊，你想看你就跑去钓鱼看看，看不看得到，啊，哦。所以，今台湾都告诉我们很多真相，可是很多人不想要理解，不想要清楚知道，为什么？因为哈，这个冲击性太大了。你都活得好好的嘛，平常就是上班，然后下班。消费过生活，交男女朋友，陪小孩吃饭，然后出去玩，
种很稳定的生活很好，我干嘛管现在国旗是谁的，对不对？如果你的生活是很稳定，是有些人不是这样的，有些人一个人要兼两三个差，那生活是很苦，被压在地上的。啊，有些人是每天躺着睡觉，一个月有七八万的进账，是那个国家直接这个政府直接配给他的，然后他再跑去中国那边住在那边，然后骂台湾，然后牙齿痛的时候赶快回来台湾，用台湾的健保要补牙齿，有没有很多这种啊？然后他一天都不用做事情，他就可以领个七八万，啊，人家是兼三个差，一个月还不到四万块五万块，你觉得这种社会这种形态正常吗？啊，你在检讨在检验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啊，对不对？啊，以前怎样怎样，你就遇到这种问题啊。我们就是认知错乱了，把中华民国把跟台湾连在一起了。当人家说，当这个体制出去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中华台北，他绝对不会说他是中华台湾的，中国台湾的，也不会说他是台湾，他就说他是中华民国是在我们里面说的。就像最近有一个那个红顶商的，他最近想要参选那个总统嘛，哦，他已经加入战局了。然后他在骂台湾的这个领导的时候，他就，哦，就觉得说，哎，中华，你把中华民国放在哪里？可是他戴那个帽子到了中国那边的时候，那个帽子就不见了啦，他也不会坚持中华民国，啊。所以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是在骗岛内的人民。就让你有一个效忠的对象，说你带我们去中华民国，等出去的时候都变成中华台北。那中华台北是什么？中华台北简称 Chinese Taipei， 因为 Chinese Taipei 你就翻不出来了，你就想说，啊，中华台北、中国台北、中国人台北，然后拿了那个奥运旗是五个圈圈嘛，然后下面一个党旗、党徽，可是他就说那个是国徽，这个都不是重点。是这一次里约奥运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难民队是哪五个圈圈。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台北队就是难民队，就是难民队哦。那我们一群我们很优秀的运动选手，要依附了这个体制才能去参加奥运的。啊，难民不是我随便乱讲的哦，我给大家看文件啊，哦，等一下给大家看文件。来，我们再来讲这个。这是民进党的全独决议嘛？他说，哦，1992年全面改选，1996年总统直接民选，台湾历史啊等等什么修宪改造工程啊，使台湾事实上成为一个民主独立的国家，对不对？我们以前认知说，哎，对嘛，我们现在可以民选的啊，台湾变成民主的国家，对不对？不用担心呐，啊，不用担心打仗，对不对？对嘛，你是这样认定的嘛，对不对？我们有自己要投给谁的自由，或者是不投的自由，有参加的自由，也不参加的自由，对不对？民主嘛，好，来，我们是一个民主独立的国家，哦，那请问，我请问，我们独立纪念日哪一天？1992年、1996年，慢慢的改革、改革、改革，自然而然成为一个民主独立的国家。那请问，那一天是哪一天嘛？民主独立的国家，独立纪念日哪一天嘛？我们要来庆祝独立纪念日啊？哪一天？不知道呢。多数的人说我们是一个民主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独立纪念日是哪一日呢？对不对？你问美国人独立纪念日哪一日，他们就知道。知道，那我问我们的老百姓，独立纪念日哪一日？不知道，要不然我们来投票好了，要投票的，我看谁，我们比较喜欢哪一天，可以这样吗？因为我们是民主的国家嘛，好，我们投票好了，投票来，一年365天，我们投看哪一天是民主独立纪念日。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一问下去就
就开始产生更多的问题。独立纪念日是哪一日？好，有人说那就是总统选举的这一天啊，就是就职的那一天，520嘛，1996年的520就是独立纪念日的嘛。我暂且同意这种说法，520，1996年那个总统的民选，520的就职那一天开始，台湾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一天是独立纪念日，5月20。好，请问。那519是什么？还没独立吗？对不对？那还没独立，请问它是什么国家？请问台湾是什么国家？不民主，但是独立的国家吗？还是不民主，不独立的国家？如果不民主，也不是独立的国家，请问1996年的5月19号那一天，台湾是什么东西嘛？是什么地位啊？它的国际地位是什么？它是中国吗？是中华民国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它是什么国家嘛？我告诉你，从逻辑推演辩证的方式，各种问题都可以一个一个拉出来，一个一个问下去，你就会发觉这种论述是一种模糊的论述，是一种概括性的情感论述，让你感觉说，哎，对哈、哦，好像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叫情感式的。来，主张第一，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任何有关独立的现状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请问，台湾全体的住民怎么定义？就是有拿身份证的嘛？好，那身份证上面写的是什么？国民呢？你国民可以来公投。国民可以公投吗？美国可以投票的人是谁？公民嘛。那拿绿卡的是公民还是国民？就是差在这里。我们的认知上就是公民有公民权嘛。美国绿卡的人就是差在那个投票权、参政权的，就没有办法。台湾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偏偏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有一国两制根本不适用于台湾，对不对？对也不对啦。我告诉各位哈，媒体很习惯用一个伎俩，把中华民国跟台湾混在一起，这个名字常常在互换，常常在偷换，所以你把这个台湾改成中华民国，哎，你就完全理解这个事情。中华民国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片面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与一国两制根本不适用于中华民国。或者我们用更严谨的语言来讲，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啦，就是 Chinese Taipei 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片面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两制根本不适用于 Chinese Taipei，你就完全还原了这原来的意思了。也就是说，民进党它是延续了国民党要把这个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的这个流亡政权维持住，所以才会有这些主张。台湾你敢改叫中华台北，你也知道中华台北应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并寻求国际承认，哎，啊，你不是说你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主权独立的国家必定被承认才称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说你是主权独立鬼才来好承认，是人有承认你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哦、加入联合国及其他组织为奋斗努力的目标。你知道加入联合国这件事情很早前民进党就有一些人是在推动的，开始先推动到最后变成重返联合国，你记得这个说法，重返，为什么叫重返？因为退出了嘛，所以要重返，本来有加入然后退出重返，可是这个都是错误的，这是中华台北的思维啦、哦、台湾阴阳系一个中国的主张，这个更糟糕更毒更深的这种说法，
台湾仍然是一个中国的主张，以避免国际社会的认知混淆，授予中国变通的借口，这完全是错误的说法。来，我解开给大家看。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自称中华民国等于台湾，阴阳气一个中国的主张，因为要主张两个中国，所以呢避免国际社会认知混淆啊。你自己的说你是中华民国啊，你不再让国际社会认知混淆，因为出去都说我是中华民国，我是 Chinese Taipei， 我是 ROC 嘛，出去从来不会说我是台湾嘛。一个中国，全世界认知的一个中国，你护照那个中国的护照拿去美国，美国人看他理解的那个中国是在哪里，是在东亚这一块，对不对？你拿去南非，南非的那些那个海关的人员看他中国是哪里，也是东亚这一块啊，他不会认知到你的台湾，不会啊。为什么台湾会一直跟中国纠缠不清，就是因为在台湾这一块岛上的这些中国人一直跟他们纠缠不清啊。他们不是要国军共军一家亲了吗？对不对？他们现在不是正急着说要把台湾澎湖送给中国吗？啊，纠缠的不就是你们吗？然后现在民进党这一票的说应该扬弃一个中国主张，你扬弃一个中国，你要搞两个中国，问题在这里。所以当他说台湾的时候，台湾人不要自己去对号入座说，哎，对了，那讲我们。因为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话语权都被他在主导，啊，被他主导，啊，那等级挑理。我们应赞同一个中国的主张，避免国际社会认知混淆。我们不是中华民国，授予中国并吞的借口的是因为你都敢说你是中华民国。你说不能一个中国了，我也是中国了，啊，那个是扬弃一个中国了，我也是中国，我跟着中华民国，你也是中国，你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这个又回到最近流行的韩风，就是说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你就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原则，而全世界的一个中国不是你们国共讲的各自表述了。全世界的一个中国是在二七五八决议，当然不读书啊，又不听广播，又不听这个演讲，有什么用？你就认知没有办法打开，就会很害怕，你会很担忧被统一。这个担忧我跟大家解释了，中国人权评比，你觉得它会比欧美高吗？不会吧？可是他在后面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人权价值，对不对？他们现在北京在扫那个低端人口啊，就是那种街友啦，那些脏乱不堪的那些处在那种社会阶层的，要赶快扫清。那你觉得那个国家现在还有什么人权可言？基督教？人家那个十戒要改成九戒，他就说要他改，他要改变人家的圣经。共产党就是宗教，他摧毁那些佛教的圣地，那个像把人家打下来。共产党就是邪教。中国人也有好人啊，不要以为我这边完全在批评所谓的中国人，中国人有好人有坏人，日本也是，台湾也是，美国也是，全世界都有好人跟坏人。但是中国最糟糕的是共产党这个体制啊，所以美国说你没有改变，你们不改变，三个讲师不是就有讲，你们不改变那个二七五八决议，我可能会改，你们自己要改变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大清帝国已经把台湾澎湖割掉了。当中华民国起来的时候，他有办法继承他割掉的东西吗？没有办法吧。你的阿公那个时代已经把他的车子让渡给我了，已经所有权转给我了。那你阿公过世的时候，我打比方的啊，
过世的时候，你继承他所有的财产，你还能跟全世界说，哎、欸，我阿公那台车我要还给你，可以这样子吗？不行吧？这个就是这个继承的观念。所以中华民国没有办法继承到台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办法继承到，同样都没有办法继承到。啊，没有办法继承到，他们一直在宣称，有没有？看看刚刚那个声明啊，1958年的声明说，台湾澎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根本都骗他的嘛。啊，这那简单也 OK， 因为媒体都这样教，都把他们那边的意思完全这样播放放送给台湾人民看。你去吃饭的时候，你去小吃店的时候，你看就是什么插片、插 BBS 那些新闻台，我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些人都喜欢看那些？他都不会看其他台，南部比较明显一点。你看桌上报纸是自由的，它就是绿的；你看它是联合，它就是蓝的。南部很明显，你去看报纸，你就大概知道。那台湾人也很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是如果看到蓝的，哎呀，最近什么政治人物怎样，他们就跟你聊起来。那你看到绿的，你就要敏感，对不对？要赶快转频道，转成绿的，你就跟他聊绿的。然后就他就会觉得你是跟他共同一个阵线的嘛，这个赌太多给你一点，这个就是情感。台湾人很喜欢这一套，就这种情感，这种拉关系的。所以你住中立嘛，住桃园嘛，对啊，桃园我之前呢、在哪里呢？在那边哦。你有没有记忆哦？有没有共同的记忆哦？那我们的情感就拉近了。做生意啦，或者是做其他事情，这个很好用。可是你要争取这种所谓国际第二政治的话，用这个没有用。用这个没有用。你说，你跟美国人说，我们共同的祖先是从非洲来的呢，什么奶奶上草地呀，对不对？没有人，外国人不会理你这一套的啦。法律，他就讲法律，就是这一块嘛。这一块，奇怪，那台湾的地图怎么长这样？这一块跑去哪里？就有学者说，你的学者啦，这是我乱编的啦。但是有人是这样讲，说，他就是造山运动那个地图还在海里面，还没上来，所以没有这一块，是这样子吗？这个、我高级班会讲啊，这块怎么？这块怎么会消失？这有原因的，来，我们来讲独立，台湾想独立嘛？很多人讲独立，请问谁想要独立？谁？你知道谁想独立吗？我们来分析一下什么叫独立啊？独立是什么？你一定要讲祖国，独立的前提是有祖国的。我稍微区分一下，但是实际上可能没有这样子区分，但是我大概好。为了让大家的观念清楚一点，殖民地这个属于有一个宗主国，它属于殖民地的形态，土地是属于殖民地的形态，那这个你就会找到宗主国。那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的领土，你就有一个母国，所以从母体独立而出这个动作叫做独立。那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婴孩，我是用福建让大家理解这个意涵 ，dependent 这个。就是依赖依存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妈妈肚子里面，我们是要依赖那个脐带妈妈供应给我们的养分，我们才能活下来。当我们出生的时候，这个叫做 independent， 从妈妈的母体生出来分离了，就 independent 就是独立的意思。从母体分割出来叫做独立哦。来，加拿大的那个魁北克省，它这个是讲法语的。那讲法语的呢？他从加拿大这个国家想要独立出来，所以他们会办公投，他们也办好几次公投。他们的公投的题目是什么？魁北克省是否要从加拿大独立？是或否？就这样子。是或否？所以是同意过了那个门槛，他们就进行独立。所以当他同意了，公投过了。魁北克就从加拿大独立而出，从这个国家独立而出，变成一个魁北克共和国，或者魁北克什么国这样子。如果他不同意，就是这个公投没有过，他仍然属于加拿大这个国家的一省，这样理解哈？这是很离我们很近的例子哦。我们再举个例子了，来，红色的区块都是殖民地，早期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当他们在二战之后个别纷纷都独立之后，他们又回归了，回归一个体制叫做大英国制。所以英国，我们讲的英国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它是好几个国家组成的一个超级大联邦。来，大不列颠王国。什么叫大不列颠王国？我们在讲的大英帝国啊，它的核心是这四个国家 nation， 叫做不列颠 ，Britain 啊、哦。那 Britain 他们大不列颠是以前早期四个国王，然后以英格兰这块土地的国王为共主，所以他们组成了一个联合王国。那 不列颠他的人叫做 British， 就是不列颠人，对不对？那苏格兰想要脱离大不列颠王国，所以他们要公投独立。那时候英国女王不是出来讲话说啊，我们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我们不要。后来他就没有通过嘛，他没有通过，投票没有过，他就仍属于大不列颠王国。他如果通过的话，就变成苏格兰，哦，就变成苏格兰共和国。好，我们来看这块啊，这块叫爱尔兰，爱尔兰又分爱尔兰共和国，白色的这个上面这块是北爱尔兰，所以北爱尔兰还属于大不列颠王国，但是这块它叫什么？它叫 Republic of Ireland， 就是爱尔兰共和国，所以它独立，它不属于大不列颠，但是它仍属于大英帝国的名字，很有趣吗？英国这个国家，你们认识它哦，它有很多不同的制度在上面运作。克里米亚，乌克兰的一省，当年投票，欧洲很多国家说这个不合法，为什么不合法？因为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啊，这个俄罗斯有派军队在这边，有派军队在这边，他派军队在这边干嘛？如果投票内乱，有过或没过内乱，哦，我刚好趁乱进去打。他投过了，脱离乌克兰成为克里米亚的国家；没有过，他仍属于乌克兰这个国家。问题来了，他投过了，他是想要回到俄罗斯哎。他独立之后，他想要回到俄罗斯哎，或者是独立之后，俄罗斯想要并吞他。台湾很容易走向这个模式哦。来，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省，他之前他的这个议会宣布他们独立，结果西班牙这个政府军派人进去，把他们这个势力扑灭了。他如果独立，从西班牙这个母国独立而出；如果没有独立，他仍属于西班牙。我们讲到台湾回复，请问台湾要从哪一个宗主国独立而出？我们在讲台湾独立的时候，我们要从哪里独立而出？有人说台湾独立就是啊，原地站起来，人家你站起来干嘛？台湾要从哪里独立嘛？啊，独立讲不通了，就好，我们再改个口号了，我们改建国，台湾建国。那、啊、你建国的前面不就是要先独立吗？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嘛，你才能建国。美国不就是这个模式吗？他从这个英国殖民的十三州，那个时候叫做殖民第十三州，他跟英国打仗，打完之后取得十三州的土地的权利，然后他建国，所以他独立战争是这样的打。那台湾说独立会战争，你觉得要跟谁打？台湾独立要战争呢、欸？那、啊、你觉得要跟谁打？我们脑中想的这是中国，对不对？我告诉你，中国还排在后面，要打不会是中国第一个。美国说你是我的占领地呢、欸，你独立就视同你要拥有武器的力量，你要拿到你的军权，那你要跟谁打？我是你的占领者，你要跟谁打？跟美国打呗，美国说好好，我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不跟你打。来，第二个，你先跟日本打，他是一个义务国吧？你先跟他。日本说好好，我跟你过去有一个深
深深的情感，我不打。好，请问你要跟谁打？你才会排到中国呢？那请问我们现在的军力跟中国打会赢吗？台湾现在安全是因为美日靠着条约、靠着国际法使用武力把我们保护住了。结果这件事情73年来被这个国民党拿来脸上贴金，说我们防卫了台湾，避免中国的入侵。他们是难民被人家保护，然后狐假虎威说他们打赢了这个防止了中国的入侵。所以就是这样子啊，他们都逃难了，然后说他们虎林头打得很厉害，他们823打得很厉害。你去查历史资料，823跟那些早期的那些战争，全部都是当年大日本帝国训练台湾的兵，那些有训练过的兵力去打。他们都逃难了，他们哪有时间，他们哪有力气打？他们有百万大军，那你那么强那么厉害，为什么你不打回去？所以什么反共抗俄的，这是骗美国人，那也骗台湾人，根本就不可能再打回去。我们来看那个什么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就开始，中华民国流亡政权的政府就要使台胞中国化。你知道为什么会产生228吗？228就是哦，他们来的时候他听不懂我们讲的语言啊，台语也不懂，客语也不懂，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受日本教育，我们讲日文他们也不懂，他们就视同我们为日本人，他们很痛恨日本人，就杀了。那我们又没有拿，我们投降啊，没有拿武器啊，就杀了。那这个就是228，就是第一次台湾大规模的排华行动、排华运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知道为什么。这什么官逼民反的逼，不会吧？不是很多。所以你要了解那个时空，我们的那时候的阿公阿妈他们是受日本教育，那一个外族来的，他拿着枪，他们投降。啊，那个时候冲突就是这样。哎，我的时间到几点？好，我们讲最后一个了啊，我讲最后一个。我们的户籍成本，以前叫本岛人，然后内地人、外国人，以前没有台湾人，也没有客家人，没有福建人、闽南人，没有这个东西，整个岛上的就是本岛人。那内地人在总督栏这个选内，这个八田里有没有？他从内地来的，他在这边落这个户籍啊，所以他选内。所以这个总督栏他写的可能是你的出生地或者你的来源。种族熟，什么叫熟？就是熟番，就是平埔族的。这个有资料跟的研究啊，是说如果你会说闽客语、跟台语、跟客语，但是你忘记你自己平埔族的语言，你就会登记为福或广。但是如果你还会平埔族的语言，那你的这个登记栏会写成熟。但是如果你是中国来的支那人，你就会写成支，或者是汉，或者是亲，或者是中国的中。所以呢，你看这个有亲、有福、有支，有没有？我知道说在那个时候的日本时代，户籍根本有一个注解很清楚，有没有？有支。有中，中就是中华民国1912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人来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这个佛摩沙这块岛，有落这个户籍，所以才有中。然后你看，福不是福建，广不是广东。如果福是福建，广是广东，请问一个人同时怎么会有福跟广？所以这个福跟广是指我们会讲的那种语言。日本时代的那个人类学家，他把我们做用语言做区分，叫做语群啊，语言的群。那个族群，所以用语言做区分。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并没有区分你是哪里来的，只要你认同这块土地，你有这个户籍成本，即使你的祖先都不是从那个时代来的，因为也有越南新娘来也申请，也有美国人特别回来申请，他妈妈这边是，那他有，他也拿美国护照，
他认同台湾民政府这个理念，他申请在这个 identity card 身份证上面认同我是台湾人，他就申请了。就台湾人，台湾民政府没有去区别你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什么族群的。所以，如果你认同台湾地位最重要正常化，那加入我们申请这个身份证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些课程，帮助大家对于时下的一些时事新闻做一个理性的一个分析跟理解。那鼓励大家一同来为。